我在影片中跟总统讲了一句话，我说总统，你车子开得很稳的，车子开得不错哦，我车子也开得不错哦。我邀请大家一起上车好不好？蔡总统已经把钥匙给了我了，对不对？大家赞成吗？最近有一支影片大家都看到了，有没有看到？我在影片中跟总统讲了一句话，我说总统，你车子开得很稳的，大家同意吗？总统车子开得很稳啊，总统车子开得很稳啊。八年前，四年前，我们选对的人蔡英文总统来带领这个国家，也感谢大家的努力，经济有成长，税收有增加，我们拿税收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，这个就是正确的道路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大家也有看到影片嘛，哦，蔡总统已经把钥匙给了我了，哦，对不对？大家赞成吗？我车子也开得不错哦，我车子也开得不错哦。我邀请大家一起上车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大家一起努力，好，让台湾走得更稳，台湾走得更远，啊，国家更富强，经济更发展，人民能够安居乐业，大家好不好？我还是要讲一句，我还是要拜托大家，国会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总统、副总统是握方向盘，引擎是在国会。国会如果人数不够，引擎的马力不足，车子很难动。